再这样，你下次再系鞋。继续穿，继续穿，可以有啊。好的。哎，那个好多啊，鞋里面的。怎么这么会拉啊？怎么这么会摸啊？你摸。弯腰，弯腰。哇。弯腰，弯腰。又一个。好。哇，四个。好，这个都进来，这个把它放进来。哎呦，好棒！哎，他就住在这种环境当中哦，水深大概30公分。来那边有水可以冲哦，还有卫生纸哦。他住在土下大概1公分。你由后往前，等一下哦，前进再由前往后。来看前面，1、2、3，好了，来再试哦，再试哦。1、2、3，好，来，那我们第二站我们就要出航了。好，然后再强调一下，我们今天下午呢，就不做那个百米竞赛哈，不做太激烈的竞赛，我们悠闲的划船哈。来来来来，还有，来，退后一点，小心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然后再讲给他。先结算完了。来，我们手稍微推一下，手稍微推一下。哎呀，过了，不要再来了。你那是在那空中划桨，空机啊！你这是飞机啦，飞机。你也怪厉害的，啊，你嘛是会行。那是无讲咧背风啊，就行。好像是没有，因为你把这个你全都。
照，赶快照。篮子里面对，哎，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来，好，哎，等他来，等他来吧，你慢慢来，豆豆来了，对啊，先泡豆来，豆，哎，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哎，行，好，我们去问赵浩，徐哥走，可以回到位置上了哦。徐哥走，我们要去读一下，志海先读一下，来，志海先读一下。来，饮水人，赶快，靠岸了哈，赵浩正，赵浩正。来，要靠岸哦，脚稍微往内收哦，脚不要伸出去哦。来来来来，哇，一百分一百分，对对对。悠闲顺便运动一下啊。好，看看哈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。不急不急，慢慢来。我们就去炒。来，握就好，好，谢谢。拿给你真好。上面是有你们找，我们再去查海。过来这边，来，我们这要上岸喽。哇，拉这么多。来，给我就好。好，来往那边走。来，慢慢来哈。好的，第四位长的冠军，一条是一条的哈，然后我们的田哥也拉上来，然后现在也跳下的人可以到我们工作人员这边来了，高爷看，来，他这边拿点跳杆哈，好像 OK 哦，来，你们搞我们一下，他会爆，因为他粘的比较死，啊，所以他这个会喷汁，所以麻烦这样开口面，你们看这颗有没有？好，来，要钓鱼的再过来哈。比较窄的地方有没有？就是那个先黏的地方，这边比较宽的地方就是开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在开口面朝没有人的方向，或把它朝鱼的方向，让它把肉鱼把它卡住，这样到时候喷的时候比较不会看到上面。我曾经养过一只，太冷了，就去年那个寒流，后来用烤灯都照不住，太冷了，盖棉被里面。啊，小乌龟，好棒哦！大乌龟哈，还有小龟，大龟。好了，抓着了。
擦掉。我们来揭晓，来。好稳，好稳。太大了，太大了！元宵节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好，哇，大条哎！饲料它是用那个。你们几个泡蛙皮？哈哈哈哈哈！来，用手。我丢一丢泡蛙皮。对上镜头。不用跟，他就化了，都是小只的来吃，那你虾头虾就不会化，大只的不会。难怪，我想让你弄的来吃，都没有呢。所以说虾用虾头比较，它不会化掉嘛。我也在水中小鱼来吃的时候拉不动嘛，它一定是要大鱼来咬得动嘛。一块一点贵重成就感，哎对，妈妈比较有成就感。不开的就你。还有狗羊。对，他不开的哈。啊，这个开的。说不定里面都是泥巴，把你淹出来了。摸到这个也开了。不太能放手哎，还是很累了。今天就很好睡。好，其实你要看，你要先看看上面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个努力。这个是熟的，有哎，熟的有啊，这个。好，给我一个。烫哦，我用这个架来。用这个可以。那个是得力，得力，我要那个。小心哦，你自己。